你呢？孩子快生了吧？是我不好，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老赵已经找过我了。啊，公司出了点问题，有点麻烦。这叫一语成谶吗？所以说，人是不能总说谎话的呀，谎话说多了，容易成真。我不担心吧？你挺好的就好。你爸妈那边都挺好的吧？你要多少？恐怕得几千万。啊，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这件事情本就不应该来找你说的，主要是张总那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利息要比银行的高，我本来就拿去理财的，现在拿出来会有损失。没问题，你说多少就多少，但凡公司能够缓过劲儿来，我第一笔钱就还给你。回头我让理财顾问出份合约发给你。谢谢你，阿琴。阿琴，我呢帮你是因为你是个做生意的材料，我现在是投资人喽，你如果把钱都亏了的话，我也会公事公办的。早知道了，来了。合同呢？先坐下来吃个饭吧。嗨，不是着急吗？那就先看合同。也行。好，来，坐坐。服务员，上菜。好的，请稍等。嫂子，您看一眼。如果情况乐观的话，我们会按照年利率12%付给你。嗯。嗯。嫂子真仗义啊，知道咱们难，这合同上啊连利率都没要求签，但是嫂子咱们自己人啊，到时候呢就按照最高的算。有笔吗？啊，有，有有有。来，嫂子。谢谢你，一起吃个饭吧。嗯，以后别叫嫂子。情况啊，就是这样。
你既然是真心喜欢安心，你不能看着他犯傻呀，你得劝着他呀。叔叔，是这样的，安心没有跟我说过钱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跟安心现阶段不太好过多的去干预对方的自由。都认真了还自什么由啊？不是，不，我理解你的难处，名不正言不顺嘛，是吧？你赶紧先证明。不是，叔叔，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太好插手。死要面子，黄花菜都凉了，我替你想辙呀。是，我明白，我明白叔叔说的意思，我也谢谢叔叔这么愿意帮我。哎，互帮互助嘛，帮你也就是帮我们家安心啊，赶紧约他。好，我尽力。哎，叔叔，我一定尽力。这就对了，是吧？天黑了，我先撤了。哎，叔叔，我送。哎，不用送。哎，你赶紧约他。哎，现在就约啊。哎，好。就这样，再见。哎，叔叔您慢走啊。哎哎哎，叔叔再见。好，再见。又失恋了，我都没想到我跟你的情谊居然让我可以身怀六甲三番五次的陪你来这种声色场所，我对你的爱已然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嗯，好林啊，会感谢你的。嗯，哎，来杯温水啊。谢谢。我认为啊，还是我被你的财力所震慑了。怎么了？跟陆森宁不行了？没有。哎呀，怎么说呢，江宏凯出事了。啊，那活该啊，出什么事儿了？他财务上真的出了问题，这次很有可能进去。前任进去了，现任出来了，这不是很好吗？哎呀，不就顺着你的话茬吐吐槽吗，骂出来心里痛快点是吧？你说，然后，他走投无路来找我了，借钱。嗯，那你怎么想？答应了。你温水。谢谢。你真答应了？嗯。不是财务状况，你搞清楚没有啊？啊，是真出问题了吗？除了你就没有别人能救他了？查过了，就是这样，没问题。行，啊，你钱都已经借完了，就不是来找我商量要不要借钱的事了。那你愁成什么呢？又后悔了？哎呀，我原本以为啊，江宏凯过得越不好，我心里就会越平衡，但是现在看起来根本不是这样。哎呀，怎么说呢，希望他过得不好不坏吧。借钱呢也不是纯属帮忙的，算是投资吧，利息蛮高的。行，算你不白痴。跟他签完借款合同以后，那种感觉很奇怪，我觉得好像比以前还有现在
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熟悉过，好陌生。那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你心里现在已经全部放下来了呀，这得庆祝啊，是不是？哎哎，砰！就疼，啪啪啪啪啪，你看多好看，噼啪噼啪噼啪。嗯，所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嘛。那你心里愁成什么了？说呀，说重点呀。那我直问了啊，你跟陆泽宁到底怎么了？他到公安局出来的那一天，我跟他见了一面。就见了一面，然后呢？没别的了？对，我懂啊，我懂。哎呀，那然后呢？然后约好了第二天要再见面的，因为江宏凯出事了嘛，就没有见到。嗯，再然后呢？没有然后。什么叫没有然后了？你俩现在没联系了？嗯。是他没联系你，还是你没联系他呀？都没联系。几天了？两天。这样啊，如果明天他还不联系你，你就直接问他，他想怎么着。如果他不想负责任，哎，我跟你一起弄他啊，弄我欺负我姐们儿。哎呀，好累呀！啊，别谢谢你了，为姐姐服务嘛。好，你，嗯。哎，姐姐，别这么含情脉脉的看着我。哎呀！哎，别忘了啊，我做饭，你们产检完了就过来吃饭。哎，爸，我知道了，完事儿就去啊。好，就这样。嗯，我先去做产检，有什么事儿你给我发微信吧。嗯，行，好，拜拜。哎，老婆，快点吧！嫂子发微信说他已经到了，在停车场呢。他怎么那么早啊？他不是一直说要陪你产检吗？送完孩子直接过来了。哦。你好，这里是程先生家吗？啊，是啊。哦，您的快递。啊？哎呦，快停车！啊，谢谢啊。什么呀？你买的？爸买的吧？走了呀，嫂子还等着呢。哎，包拿了吗？哦，拿了拿了。快点！哎，我一同事他跟我说，当时做这检查的时候，就走楼梯来回走了三趟才把这检查做好。跟你说，你得跟宝宝好好商量商量。也不用了啊，宝贝儿。一会儿好好表现啊，别折腾你老妈，我听见没？都睡着了。哎，醒醒，醒醒，醒醒！哎，醒醒，醒醒！哎，轻点，快点！程良，你过去取个号，我和姚薇去那边等。行，爸马上来啊，情绪保持住。夫妻检查没通过，赶紧让宝宝动起来。那我是不是也得听听音乐，动一动？哎，
别急，进去看看再说。哎，我看看你们都带了些什么。带了山楂面包。哎呦，不行，下次我也得带上。这边给你一个，谢谢啊，谢谢谢谢。怎么挂个号这么久？我刚听旁边人说呢，导播喜欢吃甜的，三小时就来了。嗯，多少号？我看了一眼，就这一行人最少，其他的前台啊一定多。那就先查这个，查完了以后我到那边等着。这现在吃还是待会儿吃？现在吃。吃吧，抓紧吃。吃个黑巧克力。抓紧吃。十三号姚薇来。大嫂，来了来了，给我。十三号，哎，这边好，来吸气。好，很好，保持。呼气。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没说就没问题。来，呼气。好，很好，保持。呼气。你赶快给林主任打个电话，让他来一下。林主任，我是 B 超室，麻烦您过来会诊一下。怎么了？有点问题，等林主任过来看一下。